罗力又来了，没错，又来了。1994年七龙珠力电影版两人面临危机，超战士难以成眠。时间点是赛鲁游戏结束七年后， A 赏青年悟饭超级赛亚人， B 赏小孩悟天超级赛亚人， C 赏这次也有二种普通克维拉、金属克维拉， D 赏达列斯， E 赏超级邪念波，F 赏破坏神比鲁斯，最后赏这位原型师风格就是人物角色爆青筋爆肌肉什么都爆，跟原本电影版布罗利的风格差异非常大。香吗香吗？喜欢的还是会买，会嘴的还是继续嘴。反派角色都是向经典电影版致敬，把重现父子三人一起发挥派气功的经典场景，一番赏致敬《七龙珠》电影版，2022年7月日本开抽。